好好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忙到现在了。好，吃饭了，来，坐着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来，来碰一个，新年快乐！竟然你不喝那个红酒了。好，怎么样？喝水啊，不能喝酒。少喝一点。好好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江，今天是大年三十，一大早起来先把佛子贴起来。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春愉快，阖家欢乐。吃饭了，今天是年三十，我们是中午，哎，这个我们来今天开喝一瓶这个白酒，郎酒啊，郭藏宴，挺漂亮的啊，我们来尝一尝。好，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这个还是在这个小桌上吃吧，就不要在大桌上了。哇，今天我们基本上是在三十中午。给大家看一看啊，虾，这个是什么海鲜啊？蛤蜊啊什么？这个是鱼，这个是猪耳朵炒，芹菜，小黄鱼，哦，这小黄鱼，什么蟹，什么贝，贝类啊。这个是香肠，炖了一只鸡，这个就是。豆芽菜是我们苏州地区如意菜，春节必吃的，豆芽菜名字很好听，叫如意菜，一到春节这个菜都会买断货的。这个是那种叫什么肉啊，扣肉啊。好，准备吃饭了，一家三口啊，开开心心过一个年。回来吃饭，快点，把酒端上来，拿杯子。好，快点过来吃吧。我这个酒五十二度呢，来跟李主任两个干一杯啊！不要喝多，五十二度了，先少上一点。这个酒哇，好香，酒花好啊！好了好了，好好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忙到现在了。好，吃饭了，来。坐着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来，来碰一个，新年快乐！竟然你不喝那个红酒了。好。四川那个男的，一天到晚不能喝。喝酒好香哦，怪不得。照你说，高血压的滴酒不能喝的，否则最后做那个都。好的。那么，在新的一年里，也祝广大网友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多多的给我点赞，好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面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，吃够饭，我们开始看看电视。万事胜意，暴富。今天是三十，天气非常好，外面阳光非常好。